大年初一还在这儿，你知道吧？楼下有快递，快去拿。哎，大年初一能有什么快递呀？啊，你回来也不告我一声啊？惊喜，给你过生日。你初一就回来，叔叔阿姨她不生气啊？偷偷回来，他们不知道。快，还有好多东西要给你。我跟你说啊，大年第一盘做的大闸蟹，一人一个，我趁他们不注意偷偷抱起来了。啊，你从温州带回来的？那两个多小时呢。那还有这一个。今天我妈刚录的，可香了。我靠！嗯，还有这个。你咋啥都往家里拿呀？我要是穿上一件裤，我就不稀罕你看了。老妈。来来来，快点点蜡烛，我等你吃完饭刚带走。啊，你等会儿就要走吗？那晚上我还要去大姨家拜年呢。啊。祝你生日快乐！2023年，祝三土生日快乐！谢谢宝宝。